蒙古有个叫反华组织，他们就来，就是说的是好像就是来要钱这样子，就是那我们没办法，刚开始可能实力不够啊，酒店也小啊，会给点钱啊，打发了。有曾经到中国读书的蒙古人认为，反华源于蒙古人不认同中国的历史观。成吉思汗还有忽必烈汗都是中国的，都是中国的皇帝，建筑中国这样，内蒙古和外蒙古是中国的那部分一个部分，但是蒙古人都不同意这样。